从台北建案远到中东阿布达比的房地产，在这里通通看得到也买得到。不过瞧瞧一旁开放式的空间，竟然有房仲业者进驻在百货公司里头，看这些参观这些建材显亮或显色，甚至给我们一些建议，相互来互动。将购物中心的三楼打造成销售中心，占地3500平，招揽70家厂商，主打一条龙服务。像是最基本的厨具，在这里算一算就有10家可选择。请去看你喜欢硬床还是软床，买房不需再四处奔波。蛮特别的，对啊，是有结合购物中心。家具我自己的话会额外在外面买，尊客到我们公司来的话，我们会提供非常好的折扣以及礼遇。全套式的客制化。房仲业者首次和家具业者异业结盟，除了能带动业绩，也希望能让房市稍稍回温。记者杨子健、周一蝶台北报道。